Hello，大家好，欢迎今天大家出席这个我们说这个新的产品的分享会。这样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会讲这个蓝藻。这样我在还没有给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营养师就是讲师开始的时候，我想大概就是介绍一下我们这位营养师哦，就是她是 Claudia 小姐。这样她其实他是我们的就是 University 的营养师，这样今天他是你们的讲师，这样其实他以前在 University 在做就是在做 University 之前，其实他是在医院上班的。这样在医院的话，其实他有看过很多的就是病人。这样他是那时候那是在医院在做营养师的时候，他就是开一些就是餐单给这些就是有状况的就是病人嘛，这样所以他对于这些我们说产品之类的，就是说一些我们说他们需要吃些什么东西，他是其实是非常的就是有经验的哦。这样这样为什么他会就是来就是 join 就是就是做这个 University 呢？哦，因为他觉得其实预防其实会胜过治疗的。这样当然他看到说很多人就是生病的时候才去照顾身体，其实不然的哦，就是我们知道的，就是我们应该在还没有有状况之前，就应该要有一些就是保健之类的哈、哦。所以为什么他觉得应该教育人之前就是说在怎么样子预防。哦，不是在你有生病的时候才会才去注意你自己的身体啦。这样今天我们就是很荣幸的，就是请到就是 Claudia 让我们跟我们讲一下这个蓝藻哦，螺旋藻的那个好处。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吃这个螺旋藻呢？为什么它对我们又那么的重要？这样我们就有请Claudia 来为我们讲解一下这个产品啊，请 Claudia。OK，谢谢CK 给那个是个很好的 introduction。OK，就让我 share 一下我的那个 screen。OK，好，大家晚上好。今天我非常高兴，又有机会。举办 Chlorospirulina 2.0的新产品上市啊！我相信大家对于 Spirulina 这个食品呢，其实是不陌生的啦。因为我还记得，回想起我以前小的时候，我的妈妈就会很常叫我去吃两样东西：第一，一定会有鱼肝油的；然后第二，就是蓝藻。而且你看，那些对保健品比较抗拒的人哦，就算他们没什么吃保健品，不过他们一定会吃鱼油跟蓝藻的。那我觉得蓝藻算是我们最基本的保健品。那认识 UniCity 的观众朋友们，我相信你们对我们的 Chlorospirulina 也是很有认识的哈、哦。因为它是我们产品其中一个最主打的产品，而且它已经有20几年的历史了。那 Chlorospirulina 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产品，它也成功帮助了很多人。那2.0呢？它有什么分别？那我们其实是很兴奋要跟你分享，因为这个是我们在更新的更好的一个配方。而且改良效果更加好的一个产品，那你们今天就会有机会更加深入的去了解这个产品。那根据最新的新闻报道，我们全世界的冰山已经溶解至无法挽回的地步了。意思就是说，就算全球暖化的现象现在停止，它也没有办法能够把我们的雪山换回去原本的样子。
那我相信大家都对我们世界污染的那个情况也是相当有了解的。那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experience 了哦。那我其实很常会用这个 highway 的去上班啊，去哪里都好啊，都会很常用到这条路。不过我最近这几个星期就发现到，咦，为什么附近的那个建筑物哦，其实我以前从一个距离就能够看到了。不过最近发觉到好像为什么很难找到那个建筑物，懂吗？然后要进到却很近，诶，才能够看到那个建筑物，而且那个店的那个招牌呀，也是朦胧的，是看不到的。当我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哦，那我就觉得，诶，其实现在空气污染这个现象啊，是一个很真实的问题。那如果你们是来自东南亚这个地区的话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是365天不断的都是夏天的气候啊，所以天气是特别闷热的，炎热。那如果没有冷气的话呢，我觉得是比较难可以生活下去啦，可以这样子说。是我也不能啦，讲真的啊，而且。我相信住在城市的人对这个画面是很常见的一个画面啦。塞车这件事情呢，其实是不会有任何改善的。我觉得我们在城市看到的汽车哦，它的数量是不会减少的，它只是会增加而已。因为如此，这些因素全部组合上来，其实会导致更加严重的空气污染。OK，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需要氧气来生存的。那如果我们想到氧气这两个字呢，森林跟树林的画面啊，就会在我们的脑海中浮现啦。那惊讶的是，森林只是28%氧气的资源而已，那剩余的那78%，我们的地球氧气其实是来自藻类的。那么，因为空气污染的现象现在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科学家在找尽办法，如何寻找更加环保的能源所以他们在这个期间中找到了蓝藻。那为什么他们会拿蓝藻来做就是一个example？那是因为蓝藻的体积很小。OK，如果我们把蓝藻跟一个树来比的话，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植物放在同样的面积在蓝藻就能够生长。在这个一样的面积中，可以生长的更多。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更多蓝藻的话，它是有那个能力吸收10至54倍多的二氧化碳，比起一棵树。因为蓝藻是有那个能力做那个光合作用的所以它能够把我们地球多余的二氧化碳转换成氧气。所以这个功能呢，对我们的世界其实是很好的一个功能。虽然这个发现是蛮最近的一个发现哈，但是蓝藻其实在我们的世界都拥有35亿年的历史，不是35年啊，是35亿年的历史。OK。在这个期间中呢，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而且它也能够在这个时间中没有说绝种，有这个绝种的问题不像很多动物其实已经绝种了不过它到现在还是可以生存，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about 蓝藻，而且当时的原住民呢，其实是很依赖蓝藻
来提供给他们能量的，尤其是当时的王帝，那个时候的王帝呢，其实是很爱吃海产的，跟我一样啦，我也是很喜欢吃新鲜的鱼，不过那个时候呢，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我们有交通工具，去哪里有 Waze、而且也不用用很久的时间就可以到达一个地方。不过到那个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有的哦，只是有路这样子，在森林就是要这样子、把东西送给王帝。这样当时的原住民他们是利用螺旋藻来提供给他们能量，所以他们能够在这个时间里面要走300公里的路程、把鱼成功的送给王帝。除此之外、这个图表呢其实是在非洲的一个湖、这个湖呢其实它的盐分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那个天气也是很炎热的、所以这个在这个环境下任何植物都没有办法能够再生存下去。不过很惊讶的是那边却找到了螺旋藻，而且不只是这样，这些螺旋藻呢其实对这些非洲的原住民啊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些非洲的原住民呢他们是比较贫穷的，所以他们很难才能够找到食物，所以他不只是 有很强的生命力在充满挑战的环境中生存，不过同时他也是帮助了很多人。接下来我觉得我们人生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你等一下要吃什么、等一下要去哪里吃，对不对？这两个问题、我们要花很久的时间去想，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有太多选择了、不过在这么多食物选择中呢，却 NASA 给美国的 NASA 跟 European State Agency 呢却选择螺旋藻成为太空的食品。我跟你们说，其实NASA 呢对于食物那方面是非常有条件的，而且他们是很严厉的去管他们太空员的那个食物。那是因为他们不像我们在地球，如果我们有任何事情的话，有生任何病哦，我们是就是能够很去看医生啊，很方便。不过你想象一下，太空人员如果在太空有食物中毒的话，那他们要怎样去处理啊？所以我觉得蓝藻是可以被选中的话哦，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品。那为什么航天局会选择蓝藻呢？那是因为太空的氧气含量很低，它的环境是不适合给人类生活的。同时太空的任务其实平均需要6个月的时间，那其实你就想象一下我们去旅行我们要拿什么东西其实是很方便的，万一真的是忘记的话，我们在半路上可以去买，或者如果真的是不能的话，我们可以倒回家拿。不过在太空是另外一回事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能够什么东西漏了就要回去地球然后再送上去太空、他们是没有办法做到一个这样子的安排，那么他们必须要很聪明的去把他们的那些要带的东西要带得很好、而且空那边那个太空船它的空间是有限的。OK， 而且那些藻类也是可以帮忙在逐进 OK 提供更多氧气给那些太空人员。OK， 那是因为螺旋藻能够提供那些太空人员能量 OK， 所以他们有那个时间去有足够的专注力去做他们在太空的任务。
OK， 在营养那边的成分呢，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好处。在蛋白那边呢，它其实是有很高量的蛋白质。在这个蓝藻里面呢，它这个蛋白其实可以属于是 A 等级植物的蛋白。那在这个蛋白在这个营养成分里面呢，它也含有很多量的精氨酸。OK， OK， 你看到这里有一排，在这里还有多一排的那个18种氨基酸，像这些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很重要的。在蓝藻里面，它其实是有9种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呢，其实我们的身体是没有办法能够自我产生的。它是必须，我们是必须要在食物那方面摄取到的。OK， 而且在这个蓝藻里面也是含有 BCAA。那这个 BCAA 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那我们的肌肉其实第一个会流失的那个氨酸其实就是 BCAA， 所以我们一定要make sure 的我们有足够的 BCAA。 除此之外，我们的脑部 OK 也是需要这个苯丙氨酸，我们叫做 phenylalanine， 它是帮助我们的大脑生成激素的一个物质啊。那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苯丙氨酸的话怎么办呢？ OK， 我们的那个头脑就没有办法能够产生开心荷尔蒙，所以会弄到一个人心情很容易会混乱。而且同时我们也是有精氨酸。精氨酸其实对于那些有很常去健身的人他们会对这个 ingredient 是蛮有了解的啊，因为这个是可以帮忙逐渐增长我们的那个肌肉，它也是可以帮忙增加我们的血液流通。OK， 因为我们刚才有提到18种不一样的氨基酸，所以我们是没有可能能够很仔细的把全部氨基酸解释，但是它们全部如果我们结合上来的话，能够给我们肌肉成长的那个好处啊，在我们的酵素跟新陈代谢那方面的健康。OK， 接下来它还有另外一个成分 ，OK， 它含有钙质、铁质、镁质、锰质、phosphorus、钾质、钙质啊、钠质跟锌质。它一共有8种矿物质，我觉得这个是很多成分哦。那其实现在缺乏铁质跟贫血的问题其实是很常见的，尤其是我们女人啦如果是好像有来月经啊或者怀孕啊，或者好像有子经的问题这个现象就会来的比较常会发生哦。那第一个现象就是脸色很惨白皮肤也失去光泽，同时你会觉得很累。那种累呢，是其实是很累那种累，不管你前一天你睡多少个小时，不过你总就是觉得很疲劳哦，一直不够睡。而且铁质其实是帮助我们的红血球吸收氧气的，那如果我们的器官没有足够的氧气，它就没有办法能够促进它的功能。就比如说如果我们脑部是不够氧气的话，它就没有那个能力去创造更多开心荷尔蒙，所以自然而然的一个人心情也是会很不好，而且不用说会有很容易会有脱发的问题当一洗头发的时候就会看到满地都是头发，然后指甲会很脆弱然后皮肤会很干燥之类的。OK，
现在我要提起甲字这个矿物质。这个矿物质呢，其实很多人对它没有什么了解啊，因为很多人也没有什么讲关于这个矿物质啊。那今天我们会比较深入的去解释这个矿物质。那其实世界的含量呢，诶，只有3%的美国人能够符合钾的需求。啊，这是美国，哎，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数字会有点远。不过如果比较近的一个国家呢，啊，我们就有中国。啊，中国只能够符合1%的钾质需求。啊，那个比美国还要更低耶。根据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就是 WHO， 他们建议我们一天要摄取至少3150毫克的钾质。那这个钾质呢，比起中国的话，中国的人现在平均值能够符合1800毫克的钾质而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距离其实是还蛮远的。意思就是很多人其实有不足够的钾质。那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矿物质呢？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脏给我们的肌肉啊，跟我们的那个神经线其实是需要电源来操作它的功能的啊。那个电源呢就是钾质，而且它也是可以维持我们心跳的规律啊。我们的心跳规律是指是什么呢？我还记得我以前在医院做过营养师的时候，我们是有见过就是心脏比较脆弱的病人。那如果那个现象一发生后，医生跟护士立刻就会把那个病人吊水，然后吊水里面呢就一定会有钾质这个矿物质存在的，诶，他就可以立刻复原回啊那个现象。所以心跳规律呢，我们是很需要钾质的。当我们钾质一不足够的话，它其实是可以变成一个 emergency case，哦，要直接进院的。除此之外，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钾质，它其实可以带给我们身体很多益处。Okay， 它可以降低 血癌、糖尿病，脑中风跟肾结石的风险。所以钾质是一个很重要的矿物质。那它还有其他营养成分哦，好像讲不够这样。Okay， 它还有维生素 A， 它有6种维生素 B， 除此之外它又有 choline， 还有脂溶性跟水溶性的维生素，它一共还有12种维生素。那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从小父母一定是叫我们要多吃红萝卜，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丰满维生素 A 这个维他命。那我们的眼睛其实是一个很脆弱的器官，就算是我们稍微的去擦一下我们的眼睛，哦，它也是有可能会不小心擦到我们的眼膜啊。所以我们必须要非常注重我们眼睛这个器官。那如果我们只单单靠维生素 A 呢，其实是不足够的，它是需要跟C、E 还有 Zinc 一起组合，才能够给我们很完全的眼睛健康。那维生素 A 其实对我们皮肤也很好，它可以帮忙预防我们的那个皮肤被紫外线伤害，而且它也能够增强我们体内的细胞，让它不会这么轻易的受伤害。那维生素 B 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维生素 B 在里面。那其实为什么我们需要吃维生素 B 呢？ Okay， 第一，因为我们的大脑其实是一个很活跃的器官，就算是它的器官很小，不过它是占我们体内 20% 的能量。同时在我们体内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功能，比如产生 DNA 或者 RNA，在140种酵素都需要维生素 B， 它可以促进细胞沟通能力，还有人体如何做新陈代谢。这些只是很简单的这4个功能，给它还有其他不一样的功效。
那我们在这个照片可以能够看到这个 citric acid cycle， 样子看起来是有一点点复杂 ，OK， 但是我们不需要太过担心。那是因为这是我们身体里面很自然的一个产生能量的一个阶段一个过程。嗯，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其实它每个过程都是需要维生素 B 的。如果它缺乏，就算是一个维生素 B 呢，我们的身体就无法能够产生能量啊。所以维生素 B 对于我们的能量的功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有这个藻蓝蛋白 phycocyanin， 它是蓝藻里面的颜料。那我们这里图片看起来，这个照片其实是浓缩版本的那个藻蓝蛋白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包装啊也是蓝色的啊，因为含有这个藻蓝蛋白在里面。那其实有很多新的发现关于这个藻蓝蛋白，科学家发现到这个藻蓝蛋白是有防止癌症细胞的能力，并能够防止它快速成长的能力，而且同时它也能够杀死这些有害的细胞啊，这两个功能都已经是很好的功能了，再加上它有那个智慧能够分析有害的细胞跟无害的细胞啊，所以它会保护我们健康的细胞，同时杀死癌症的细胞。那其实这个功能是真的是太独特了，连我们现在癌症治疗的那种药物也没有这个功能呢。所以我们是有听过，朋友如果有做 chemotherapy 的话，他们一定会脱很多头发啊，会有呕吐的现象啊，一定会很瘦啊之类的，因为这个是那个药物实在是太强了，他们把他们健康的细胞，比如说他们的头发也是给就是杀死掉。所以因为有这个新的发现，所以科学家现在很要推荐做多一点人类的实验啊，因为暂时还没有人类的实验，所以当我们可以过这关的话，它对我们未来其实有很大的好处，它能够取代抗癌药啊。那以后如果真的是有癌症的话，想象以后我们吃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必要再经过 chemotherapy 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是很好。 OK， 刚刚我们学了好多关于蓝藻的维生素 OK， 所以增加免疫系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功效，所以 OK 它能够大量的产生抗体来保护我们，它能够控制发炎的现象，我觉得这个其实比抗氧化还要厉害，因为抗氧化只是在底层而已，它能够在上一层保护而且控制整个细胞发炎的现象啊，这个我觉得是 another level， 而且它也能够帮助身体控制病毒、真菌跟细菌的感染，它也是能够提高疫苗的反应，因为现在有这个 COVID-19 的事情发生，所以我觉得以上这四个 point 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然后最后它也是可以降低敏感的现象，尤其是有鼻炎啊，因为现在空气污染的状况，很多人其实鼻子会敏感啊，然后会就是很容易会有阻塞呀之类的，所以这个对那种问题其实是有好的改善的。那 Chorospina 1.0 和 2.0 两个有什么差别呢？那 1.0 我们全部知道，这个是我们 UniCD 主打的产品，它有746毫克的蓝藻。那我们新的配方呢，就有加更多的这个蓝藻，有960毫克。那这个 Spirulina 它的形状原本是颗粒的，不过这个新的配方呢，它是胶囊的那个形状啊，所以如果我们要冲早上的 breakfast shake 来喝，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转出来，然后把那个粉倒进去里面，所以很方便，而且同时我们吞也是很容易，
而且它里面含有更多的叶绿素。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 Chlorspirulina 2.0？ 那是因为它是一个超级超级食品，不只是超级哦，它是超级超级，而且它是一个无细胞壁的一个配方，所以在我们的身体可以很快速的吸收，还是一个 100% 高剂量的蓝藻，而且它是纯素的啊，意思就是说那种吃素的人这个配方是很适合他们的。所以你的健康现在就在你的手中了。那谢谢大家的聆听，我的分享就到此为止我现在把时间交给 CK。 好的，谢谢 Claudia。 就是谢谢 Claudia 让带给我们这么宝贵的一些，就是对蓝藻的一些知识哦。像我们知道这个产品这么的好哦，然后它又是一个用高科技研发的那个产品，所以它的好处实在太多了。像我们是想说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产品那么好的话，那有一些人也会已经用过了这个产品，然后有它的那个效果。那就今天我们就让就是我们的 Jack 先生来带给你们，就是说他用完这个我们说蓝藻过后的一些成果。好，Jack。听不到，Jack 听不到啊。哦，嗨，大家晚上好。哦，因为我需要你这个 host 那边让我 on 我的 mic。哦 ，OK。啊 ，OK。谢谢Unicity 给我们尝试这个产品的机会。那么我。用了第一个礼拜的效果，其实我感觉的是有一点点惊讶，因为我之前没有吃，然后我这个试吃的这一个星期每天早上就是起来洗刷干净了之后就是两颗，就是大概早上8点左右，它的差别跟我没有吃那个身体的效果是这样。平时我吃了早餐八点多吃早餐，我差不多10点11点的时候就开始会饿。但是这个礼拜呢，我就用这个 Chlorspirulina 来代替。那么我吃完早餐11点多12点的时候我吃完早餐我就吃 Chlorspirulina。那么它的那个维持饱的那个程度可以去到下午大概1点多2点，这个是我发现很大的差别。第二点是这个 Spirulina 吃了之后，其实我感觉上是比较有一点精神。就是我们通常早上起来，因为我最近上课，那么去到10点多的时候就要睡觉，打瞌睡，昏昏欲睡了。不过有了 Chlorspirulina 呢，我上课就能够支撑到1、2点都没有问题。这个就是我这个礼拜所在 Spirulina 的这个产品上面得到的这个好处。那么接下来我相信会有更多那些尝试过的人给更多的这个分享。谢谢。好的，谢谢Jack 啊，这样子，其实我们有开放这个就是问答的环节的，这样大家假如有什么问题的话，你们可以写在那个 chat 那边其实可以写英文的哈，然后 Claudia 可以就是解答你们的问题，这样再看一下哈，好像没有问题吧？嗯，有吗？OK， 这样还没有就是你们可能还在想着那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在想要讲的就是这个
Corosibirona 就是这个狼藻啦，其实它的市场真的很大哦。就是那天其实我有去就是我带我母亲去做那个，就是去医院嘛，就是老人家都是每一年就是有都有做一两次的那个就检查这样子，所以我看到其实很多你现在我们说就是这个新冠肺炎的时期哦，就很多地方都是好像 shopping center 我们也看到这购物的地方啊也是很少人哦，但是唯一只有一个地方是没有，就是就是我看到很多人的就是医院哦，就是他就是常年不管你是什么状况之下什么事情哦，他都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这样子的，都很多人在就是我们讲说看病这样。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就是在那边蛮久的，因为很多人在看就是看病嘛，这样很多人，然后一直我就看到那些人就是一直有些人走了，然后那些人又再来这样子哦，所以我们看到，所以其实外面很多人哦都是缺乏哦一些我们讲说都没有在可能做一些保健啦哈。所以就有这样的问题了。这样这个我们讲说这个市场非常的大，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说平常很多人都很认识说一个是鱼油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蓝藻这样其实这个蓝藻它其实很多人其实所有的人都可以用，这样我们有很多就是一些我们的会员啊，还是说我们亲戚朋友，我们都有听说过，他们都有给小孩子，就是可能是婴儿啊，婴儿他们有时候泡奶的时候，他们也会把那个蓝藻哦，那个粉放进去他们就是奶里面哦，所以他其实从小孩子开始都可以在用的，然后到你长大的成年人啦、老年人都可以再使用的。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故事哦，以前我们有一个就是一个我们讲说一个经销商，其实他是给他的宠物吃这个蓝藻的哦，狗狗就是他的狗这样子。其实他讲说他的狗哦，每当他有一个时间到他差不多要去拿那个蓝藻的时候，那个狗其实就在那边等他了。但其实动物他们有一个灵性，他们知道说其实有一些东西对他们好的话，其实他们会想要去得到那个东西。像他讲说每一次当他要给他吃蓝藻的时候，他的狗就会很开心的，而且他狗就没有什么病，也他想他的毛很多之类的，就很健康了哈。所以我就觉得就是从人到动物其实都可以利用这个蓝藻、哦、来保健的。像我们这个产品当然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是这个以前旧的这个蓝藻、哦、像因为这个产品在新加坡，所以新加坡人就可以就有买到这个新的这个蓝藻 2.0。 像但是马来西亚的话，我们还可以，你们可以通过这个 Express 就是 NFR 购买这个新的。当然假如你可以选择了，我们有旧的，然后你要买新的也是可以这样子。这样其实我们讲说这个产品那么好的话，其实当你在去分享给人家知道的话，其实你应该说哎，我有用了这个我们讲说 UNICD 的这个蓝藻，然后我觉得它是非常的好，所以你也应该试试这样子，你可以就是这样子来分享给你的身边的朋友这样子，然后他们就会开始的去询问到底这个产品有什么，就是这个蓝藻这么好这样子。这样还有就是看一下哈，像都没有问题哈。好的，这样还有一样东西就是说假如大家用了这个蓝藻的之后有觉得有什么成果的话，其实你们都可以让我们知道。就是可能可以send email 给我们啦，还是说send WhatsApp 给我们啦，还是可以send给 Claudia， 让我们知道其实你吃了过后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成果。其实我们也是很想知道你可以分享你的那个吃完过后你有什么分别这样子。这样好，这样就没有问题的话，这样很谢谢大家今天
来到这个分享会，所以希望这个宝贵的这些知识可以让你带让你就是带来一些就是你自己本身也可以得到健康，或者你身边的人、家人或者你的朋友都可以得到健康哈。这样谢谢 Claudia， 谢谢大家，好，再见。